6号、7号举办我们铁路人员的生死考试。那因为有部分的司机员、乘务人员呢，因为参加考试我们有一些人力的问题，所以停止了我们的集结线。那我们的相应措施是，我们有安排了接驳车，一样是按照我们火车开行的时间。那我们沿途中，二水到源泉，到集集，到龙泉，到水里，到车城这一段呢，我们全部都有安排接驳车在接驳。那对于民众通行的权利呢，是绝对不会受影响的。好啊，那民众到这边呢、坐。那民众旅客到我们车站呢之后呢，我们会有专人引导到我们门口的乘车处这边来搭乘我们的接驳车。好，那一路上我们的司机都会按照各站点下去停靠，让旅客可以下车啊，各站也都可以按看到接驳车都可以上车这样。啊，那个转乘啊、刷卡什么那些付款怎么办？我们在车站都有设立我们的电子立杆，那民众可以持我们的那个悠游卡或一卡通或我们的 T Pass 都可以去感应刷卡上车。那对于现金购买的旅客我们到车站也可以补票这样子。小姐是要转乘到集集吗？啊，你知道今天停驶吗？我听人家讲的。听人家讲了，所以到这边才知道就对了。前几天就听讲的。这样会不会影响你的时间？会啊。会哦。我要上班要打卡的。这样怎么办？要出证明啊。出证明就好了。好。大家拢是恁的人哦。要去耍哦。要去耍哦。